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佑胜。北海小英雄是一个充满冒险精神和勇气智慧的故事，所以呢，在我们人生遇到困难或是遇到挫折的时候，我觉得可以跟你们一样，搓搓鼻子想办法。好，所以呢，我想要把这个精神带给所有的父母啊跟小孩，大家一起合家进戏院，一起看到这种冒险故事，以及他们怎么克服困难的，在人生会有帮助的。持电影票跟到剑湖山世界的小威海盗村，可以享有优惠。 7月31电影就上映了，让我们一起到戏院看小威四海成威风。暑假唯一亲子动画，运用智慧，无有更新。大人的旧回忆，小孩的新玩意。I give you back my son。7月31，北海小英雄。